7月6日 The Nun 成员孔雪儿晒出跳舞的视频，为高考的同学们加油，辛苦了这么久，成功是属于你们的。只见孔雪儿刚跳完宣美的紫光夜，迅速 cover 了 Blackpink 新歌 Holy Contact， 舞蹈消化能力真的很强，身条线条都太优越了，不仅动作标准，整个人也格外迷人，一招一式都特别有感觉，让网友们盛赞不愧是实力舞担，简直不要太撩，漂亮妹妹真的很适合跳韩舞。其实孔雪儿和刘雨昕一样，也不是第一次出道，孔雪儿从2012年开始做练习生，之后孔雪儿和刘雨昕曾在16年一起作为蜜蜂少女队出道，同年6月蜜蜂少女队推出首张迷你团体专辑 Lady Bees， 今年孔雪儿通过参加青春有你儿再次成功出道并迅速走红，因此她的个人特色及业务能力都是非常出众的，被粉丝们称赞是队内的主舞和门面担当。作为宠粉狂魔的孔雪儿经常晒出自己跳舞的视频或者美美的自拍，美女和夏天。